生命，我活的这就是为这个佛陀，这是我的命。哎，除了这个呢，我觉得什么都不必了，不要了。Long story 对，这个很久以前了，不过好像每一次采访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那他叫希杰，我叫杰西，所以我们当初一见面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让我很惊讶。那我们为什么会见面？是因为我有一个当时从日本进修回来，有一个机会呢，在中国电视公司要开一个节目跟艺术有关的，然后他们就是这个制作公司找到我来当这个主持人，然后大家就建议第一集的特别来宾要三位男士，那其中一位一定要有柯希杰，那我就是这样子认识他。因为这个工作要进行的关系认识他。那认识他的当天本来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一些媒体上他的报道，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怪人，因为穿了一身的这个埃及的衣服，然后头发很长乱乱的，然后那个表情很凶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好像要去见一个很凶的一个艺术长辈，哎，结果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很有趣，很 warm 啊，这印象整个都不一样。然后他又发现说，我叫杰西，他是希杰，本来要一起喝啤酒，这第一个先让他惊讶，第二个他是觉得，哦，你搞转头，就是名字倒过来。第二个呢，他说：“哦，你这个手，给我看一看。”然后他就一直摸手啊，一直看啊。那我就想说：“哦，这个是色狼哦。”可是原来他是说，这个手，比当时那个年代在纽约最红的一个 hand model 韩国人，比他的手还要漂亮。他说：“肯定这个手在纽约是可以赚很多钱的。”这样，这个都是我印象很深的事情。他是他整个人的气质就跟一般台湾人不一样，比如说我有一次看到他穿了一件那个他的好朋友许常慧老师送给他的一件中国一中国三，然后他围了一个红色的围巾在这里，然后因为他大概是回来台湾不适应台湾的那个带湿气的气候，所以他整个脸，当时我觉得那几天好像有点敏感，你记不记得啊？然后他又戴了一个黑眼镜，那他的头发又白又亮又长，戴黑眼镜，你想想看，就是很显著嘛。那走在路上呢，啊，黑的衣服、红的围巾、白的头发、黑的眼镜，这个就是一种他自己的风格。然后再加上他穿的牛仔裤就是乱七八糟，有的就是一边长一边短他都不管，然后马靴一边有拉链一边没有拉，裤子一边塞进去一边没有塞进去，他都不管，他对这个好像就是无所谓。就是这些地方让我觉得，好像在过去我的这个生命历程里面好像没有看过这样子这么让自己自由的人，这么的不 care 别人怎么样来看他，他只关心他自己的艺术。对，学校高雄工业学校毕业，我就出社会，然后呢
是一个日本的这个检验公司，简就是 Alcor Company 哦，他们呢那个所有的这个设备啊，都留着，他不能够拿回去什么，拿去这个日本。那有一个叫做日本的那个厂长哦，他大概看到我过去了哦。所以说他要回日本了，那这个有一个德国的相机，现在看起来是很幼稚的、哦、是这样拿出来的那种、收服的那个、他说我要回日本了，这个送给你。那个时候呢他给我，可是那个时候 买不到底片。那后来我找到有一个人从那个美国的军队、海军退下来的那个底片、军队在用的那个，把它弄成这一卷一卷的东西在卖、那我们开始是用他所做的那个底片、开始拍的那第一个我拍的是优素的那个护士这个照片我一直留着然后呢从他给我相机以后他就回去了我送给他一支非常好的钢笔就等于是说他送我相机。有那个这个相机以后啊，我本来是读这个机械系的，所以一定要画图可是我对画图、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这个上司给我要画这个蓝图人家是三天四天就好了，我画一个一张图啊，差不多，半个月、两个月，都还没有画完。那我这个责任的马上说这个家伙画图画那种这个蓝图啊，一点这个才华都没有。可是这个家伙这拍照还好，美军不，美国人派来派那个工厂的那个照片啊，那个拍出来的东西啊，还不是我。所以那个时候呢，变成人学校不，对这个公司啊，把我这个小鬼怎么会派的东西比那个美国派来的那个还派的还好，所以他给我马上做一个暗房。有这个暗房里面呢，我就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就是每天呢自己去拍，自己冲，自己塞，就是那个暗房变成我的一个工作的，所以这个是我的这个拍照的这个这个开始是这样。在那段完了以后呢，我们找到我的哥哥在日本是美军的这个医学研究，所以呢他有钱了，因为我们两方都房子都烧掉了，所以呢都没有办法去联络。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就我哥哥的朋友告诉我们说，你哥哥还在这个东京没有问题，他很健康，本来是要回来台湾，可是呢这个炸弹那我马上呢这个因为
当时候我们的所有的摄影的这个 information， 然后这个哈，都是日本的杂志，因为当时日本比我们台湾哈开放多了，所以他们很多这个摄影的杂志哈我都看，因为我读日文，所以呢就很想去日本哦，所以这个逃兵以后呢，也是最后的是想去日本。那我们找到日本，我哥哥是在美国的这个海军的研究所，所以他联络好了呢，我就有课了，所以我就想去日本，所以我找我的哥哥。对。那个是东京综合摄影大学，是当时日本最好的一个这个摄影学校，因为我们从日本的那个杂志都知道，而且这个校长看的这个要写的东西都非常高品质的哦。然后我去找这个校长，那校长第一句话是说，我对于这个中国非常这个对不起他觉得这个对我们中国人这个我说这个校长很特别哦，我一碰到你，他就告诉在给我道歉说日本侵入中国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不人道哦，所以他一想这样呢，我们两个人变成呢，我都不去这个学校了，因为呢学校的呢这个之前呢我送作品去日本呢，每一次都单选所以我有去日本再去学这个技巧不需要，可是这个校长给我道歉说我们日本非常的这个对中国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所以变成这个校长我很尊敬他，我们两个人就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每天带我这个日本的所有的艺术，这个什么舞蹈啦，什么什么什么都带我走两个人爱喝酒，每天都喝酒喝的这个一塌糊涂，然后每天都在那个火车站吐，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真的看了很多很多这个台湾看不到的舞蹈什么。都是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校长对我来非常非常好。后来我也没有学校毕业，我就去美国了。他是从日本还寄这个毕业证书寄到美国去给我。因为呢当时这个有很多这个 commercial 我开始赚钱了然后呢生活安定，然后好像这个北欧的这些 model 还有两个三个这个 model 公司请我拍照，好像从国外来的都没有这个 model 的这个经验的人都送来我的工作室，然后先让我拍一本 portfolio， 他们才开始去拿工作这样。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拍好多好多好多这个北欧特别多都拍这些这个 fashion。
当然是有机会、哦、想出去、哦哦、对对 我的这个经纪人呢、啊、都是拿工作来给我嘛、哦哦、可是他如果听他的话呢，我那个时候就赚大钱、哦、但是呢我觉得跟他合作呢他突啰嗦了、哦、所以呢我就不想再继续，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也赚了一点钱了、哦哦、所以呢因为我哈厌倦厌倦，对对对对对，而且 我在拍那个美国的这个家居的这个 那一段工作、哦、我都有非常这个是 new idea、哦、所以这个 house beautiful 那个世界的这个家居的都是我拍，而且有时候、哦、他们给我继续工作、哦、所以变成两边，一边是拍 fashion， 一边拍这个 house beautiful 的这些最最这个前进的这个家居、哦、从这个欧洲来的、哦、那是大概也是有、嗯、拍了一段时间了 fashion 也做了、哦哦、所以呢我想说啊，我自己开车去这个美国的南方、哦、去拍这些大自然的时候，我感觉到、哦、大自然对我来也是、嗯、很强的一个吸引力、哦、所以我说、哦、每天在拍这些女孩子、哦哦、我觉得应该欧洲都没有，欧洲都没有去过、哦、那我钱也有了嘛、哦哦、那 fashion 是不是我真正的一直 做下去呢？也不是，因为我爱大自然，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这个工作室把它卖掉、哦、我的这个经纪人刚好给我拿到这个 National Geography 的工作，哎呦，这个是、哦、世界地理杂志的工作是 不容易拿到的，可是他哪来了？可是我一下子想说，如果开始再拍的时候、哦、又会在 New York， 我要去、哦、现在有钱了，我想所以我把 studio 呢卖的、哦、一半呢给我的这个、哦哦、我有一个这个家嘛、哦、那这个家我的这个我的那人、啊、是跟我完全不同型的，他对艺术一点这个那个神经都没有，那这种生活也我不用改再好 拖下去，所以我就是把通通卖掉，然后呢拿了钱一半给他，然后就开始，哇，好像对我来说、哦、这个欧洲也是一个新的这个、哦、完全新的、哦、所以我的很多这个接触啊都是那一段、哦、开自己的车子这样、哦、慢慢慢慢就什么时候该爱睡的时候就睡，然后呢要洗澡就跳起来跳到地中海、哦哦、非常非常自由的、哦嗯、所以那个时候呢好像这个眼睛、哦、看到什么就想起，也不是什么我要故意孤独，就是一出来我就孤独了嘛，一个人嘛、哦、那个时候那个孤独感、哦、
我说这个很重要。这孤独的时候呢，脑袋比较轻了，没有什么，所以眼睛看的东西的反应呢，非常的 pure， 这样，pure， 我有这样的感觉。这是 台湾还没有说收藏摄影作品的这个风气，这个要提高，不然的话年轻人以后拍的好照片也没有人欣赏，有欣赏也不要给他们收藏的话呢，变成这些是爱摄影的人，摄影 也要钱啊，你要没有钱呢，你动也不能动，所以这个摄影作品现在已经科学到这个地步了，不褪色了，这以前都跟绘画一样的，但是呢摄影有摄影的意思，一张画它可以呢对着这个画布搞好久好久，可是摄影呢不是啊，这相机拿起来好的时候呢，所以摄影有摄影的这个意思，而且这绘画绝对做不到的东西，而且摄影师已经是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年轻人都可以做出意识病的这个时代，所以年轻人呢，这个摄影师，这个老天把这个以前都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让年轻人呢，拍人也好，拍这个大自然也好。这个相机现在太便宜又好，又换很大，对不对？你像我在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这个大陆的，我的那个照片换到，差不多这么大，还那么好，所以这个摄影绘画是颜色没有错，但是摄影呢是完全摄影这个绘画达不到的一个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一出门呢，所有的眼睛里看得到这个都是题材，这个是真的，这个只要你的眼睛大自然也好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老天啊都坐在已经坐好在你的面前，你呢看了以后你没有神经你就走过去，可是你觉得这个可以拍就把它拍下来，就是你的了，老天已经一半给你做好，这个是一贯中生深深的就说，你眼睛看的东西啊，就是老天已经做好在那里，你眼睛，你走过去，你不按快门行呢，老天给你的这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大自然也好，那什么人也好，你没有感觉呢，
就够了。哦，那有时候 我拍照的时候呢，哦，好像有几张我的这个大杰作啊，哦，三脚架，哦，一摆好，相机然后看了哟，嗯，这个不想可以做一张画，这一张摄影作品的这个好空空的感觉，可是呢，我还是又离不开，哦哦。后来呢，附近走了20分钟，啊，哎呀，底片那个时候的还底片和时代，那按一张底片才几块钱，对不对？哦，就按了，嗯，按了一张，那一张就是这个我给郑绰宇那个诗人说，哦，这张哦，哦，照片洗出来以后，他说，啊，我说这张我不知道怎么提名，他说，哦，我听你讲哦，你在等待维纳斯。因为我是在地中海，哦，一个地方，哦，要拍呢不拍，哦，这个墙壁一个窗，然后这个地中海的那个水，哎，这个不像个这个可以拍一张作品的一个这个风景，哦，可是呢，哎呀，等了20分钟还是。转一转回来呢，按了一张，只有一张底片。哎，回来呢，这张照片看了，哎，怎么这张我拍这样的一张，一个墙壁，一个窗，等会水，这里是地中海的水。那郑绰宇，这个诗人，啊，好，我听你讲，我给你取一个名字，说。等待维纳斯，等待维纳斯，对呀，啊，维纳斯是从地中海出来的呀，哦，那你在那里等了好久，哦，都没有按一张快门，哦，20分钟回来你再按呢，你在等待维纳斯。我是柯希杰。